让我们欢迎前地非地委陈怡真议员李建文特助，欢迎您。欢迎李郡县地委邱丽丽议员陈明才陈秘书，欢迎。沈真东议员康特助，欢迎您。蔡淑慧议员王秘书，欢迎。林芝县服务团队我们的游特助，欢迎您。而本日我们音乐精灵创作的指歌词歌曲侯乐黎，欢迎乐黎。社团法人台南市慈光生障协会何文湛荣誉理事长，欢迎您。大家好。社团法人天主教台南市私立德兰启智中心方诗婷执行代表，同时也欢迎我们德兰启智中心王伟芳启智代表。接着欢迎西隆国小郭国成郭校长，接着欢迎台南市无障碍协会邱丽树常务理事，大家好。接着欢迎台社团法人台南市听障体育运动协会陈志年陈理事长，接着欢迎台南市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推动小组连振宇连委员，也欢迎卢威启智中心李志玲李主任，紧接着也欢迎我们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卢宇冲卢局长，也欢迎劳工局副局长严静怡严。